前手臂进去的点，20号兰博特体，Anthony Bennett， 制造一些空档。好，双手轰炸篮筐，Anthony Bennett， 黄旭菊3，没有诶，再带点 AB 往了一下。 再一步再来，王旭拿了一个，哇 ！AB 今天强攻篮下，完全进球都是那种很勉强的外线，他手感真的太好了。AB 终于进了一颗，只能罚了一颗三分球，目前为止三分球，又给到男模，短了有，篮底下有，AB 把球塞进篮筐，攻，也是一个。 另外一边 AB 上，很严重，马上也要回两分。韩少甫连续两天都有三分球进账 ，AB 的后仰跳投得分。双方9分差距，给到 AB 在底线，三分线外命中了。 感觉上今天投射的手感有回温了。AB 再一步获得一个大空档三分球，感觉今天非常有信心啊！打脸我们的数据。对啊，就是我们提到国王队球的流动一旦是动起来，就很可怕了。没错 ，AB。 脚的转移是跟 LeBron James 学的，因为之前打过骑士队，好球！Anthony Bennett 也打过骑士，度的出手差了一点，还有机会，篮板，钢铁人获得新的进攻机会 ，AB 在外线，我是觉得今天可能是一个大比数的落后，没有想到现在是拉扯这样。AB 再给到右稳，篮底下的是 AB 灌篮得分，一箭穿心的传球，有点难哦，而且可能会得个一场100分之类的。三分外线有了，Anthony Bennett 在 Plus League 的第一个 field goal， 最多的单场25分。 王柏芝又来了，就是辛巴，这回他传到禁区给 AB。 我认为这种打法要三分稍微多一点的话，会打得更轻松。尤其是当王柏芝在三分外线持球的时候呢，其实辛巴就离开禁区了。好，这是个射的机会，终于感受到一下他的强势。高国豪进场 ，Bennett， 哇，这个转身面对老朋友，照样进，三分外线也没进。我篮底下彭俊彦拿到，再交给 AB。 线带给博智，吊大脚，机会出来了 ，AB 三分球投进，如果他的命中率，哇 ，Play of the game， 绝对是 Play of the game， 哦、，AB 这2分勾射放进，现在他的新的体系当中呢，就试着让 AB Anthony Bennett 去打到5号位，来挑战他的好朋友辛巴。 他如果说可以像昨天打的周一翔的太太带着他的2个宝宝，也来到现场看球，开后门 ，AB 对，王柏芝的助攻送给他。在冠军圈想要去利用辛巴的优势，好球，对，又是王柏芝跟 AB 对到眼了。这是战局，比较危急的话，也许辛巴随时会回来。对，他如果是可以单打然后 A1 的话，对，好球，一个快速的转身。 外线周一翔短 ，AB， 哦，在西班牙跳三之前先放进，上半场最后2分钟 ，AB， Lopez 一个转身飞的位的出手有，哇，今天上半场这打，那场比赛是98-93，当时钢铁人的班尼特也拿下了29分，也是他来到台湾之后的最高单场得分，现在他在外围开炮，哇，班尼特一场比赛他会10分破板。 所以国王队是联盟当中失分最严重的一支队伍，这个2位洋将的配合，布朗就是有这样。
能耐，他目前还是联盟的助攻王啊！哇，这个是在他这 undersize 的这种中锋哦，可以看到就是在各方面水准都要有。哎呀呀呀呀！对国王打得特别开心啊！哇！现在回到右伟的手上，这个球有点危险，差点被抄走，再救回来，底角是一个机会 ，AB 已经埋伏了，终结了第三记三分。对当中哦，第四节能够有爆量得分的人其实还不少，是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Q 跟杨敬敏，没有错，哇，又来了，今天手感真的太好了 ，Anthony Bennett， 哇塞，这时间里不得不防止戴维斯的三分球哦，哇 ，AB is on fire， 哇，这是李凯燕在第一节的哦。看，这是一个 N1 的机会。凯燕在第一节的第四个，两队在防守、盯人防守上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嗯 ，AB， 哇，这个步伐差得快。这陈佑伟，他跟布朗两个人不只是助攻哦，在防守上面的表现也不错，又是布朗的一个穿针引线。哇，这个再给 AB， 要挑战 Thomas 有。哇，今天连续单打汤马斯两次哦。他们的三分今天命中率并不高啊，所以才打得如此的辛苦。AB 一个360度转身，哇，算是现在誉为联盟第一控的凯燕哦，在整体的这个哇，马上回一记 AB， 哇 AB。现在今天的手感打辛巴打的比较多、啊，确实啊，对身体的记忆力啊。AB 那投一个大号的三分弹 ，Anthony Bennett， 哇，这个三分，在休息了一场比赛之后，重新回到场上，新特例，结果被扇了出去，这是一个麻辣火锅。但是林书伟把球抄回来 ，AB 再一个超截，哇，新特例。Joseph 的外围投射没有，洪俊彦今天上的时间蛮早的 ，AB 杀进来跳篮得分。小夫在这个赛季他的三分线命中率是有所提升的，是从上个赛季大概是30%左右，哇，大猩猩的灌篮 ，AB 轰炸篮筐。假动作过后 ，Anthony Bennett 双手爆破得分。哇，卢哲义这一球切得非常好。他说：“哎，投了一两球不投，然后维持有这样的命中率，而是常常比赛都可以有外线的贡献。”AB 一个后撤步高级动作，完全晃开了塞瑟夫。男模塞给 A， 篮底下。再转移出来 ，Anthony Bennett 投进了三分球。哇，他们两个真的是好朋友。两分差距 ，AB 篮底下面对孟学，双手暴扣得分。他的爆发力没错，昨天的比赛真的命中率比较偏低啊，再加上国王队昨天投了50颗外围的出手 ，AB 这边脚步要单持戴维斯。选秀状元白进两分，对，这球。布朗喂给 AB， 篮底下被戴维斯挡下来，自己再起，哈哈，秀一下。他也打得很辛苦啊，满场的飞分，打到最后真的会觉得说他虚脱了。至少昨天没有再抽筋了。你的对决哦 ，Bennett 跟 Liggins， 篮底下 AB 飞进来了。哇，在第一节啊，看到 Anthony Bennett AB 也打得相当的活跃啊。拿给篮底下的时候发生了失误。AB 大转身之后，左手挑篮得分。哇，第一节 AB 打得很嗨哦。AB。再推到三分线外的出手，再来一个三分球，哈哈！第一节完全 on fire， 也在第一节后段就换上了杨浩之，今天蛮早就进到场上。无敌无敌的三分球，第一节个人17分进账，太可怕太可怕！只有4秒钟，空中拉杆的出手找篮筐没有摆进 ，AB 把速度带起来，前面大打小，
最后左手摆进，这个球小胖的心理阴影面积啊。AB 再进来了，又是一个双手封控，再次降落在新庄体育馆，3-2。篮底下空切进来，又是一个 N1。AB 这个上半场打疯了。小胖今年应该说这两天呢状况真的要偏低一些。 AB 再进来、又是两分。哇，太有信心了，分数持续的加上去，看能不能帮钢铁人带来一些好运。一开始罗伯斯就做单打了班里特，还是班里特哈，就是去抢对国王的时候也是采用这样一个防守方式啊，就是说造成就是说一三一中间有多站一个人啊。是，捡二者在场上三分外线 AB 拔一个，还是第三场的球感哈、对，王绿翔带给周一翔四十度角短了 AB 直接砸了球中暴扣。六分，李正如假动作都停在外线啊，差一点。篮底下 AB 不客气了，投不进没关系，里面还有 AB 啊。哦，你排位哈，就是 AB 投空了，拿这两分就已经放进口袋了。快攻啊！布朗今天只要做这种轻松的传球就，这刚才吓一跳，幸好这分数还是在把它拉开。对，刚才是宜翔下半场第一个 field goal， 第三节他在板凳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来，陈友伟的助攻再送一个给 AB， 里面球给周宜翔，在对方倒地时 AB 到篮下了，重创梦想家禁区，对，非常精彩、来守男模，右伟这个回马枪给到 AB， 外围的投射进三分，非常漂亮的一个前锋动作，连续几次出手都比较短，陈友伟抓到进攻篮板，不容易。想要要球打林俊杰，不过球并没有来他手上。AB 再来一个三分。我的话就是很容易找到快攻机会。所以现在钢铁要阻止对方啊，打很多的快速反击。好球，又是 AB， 三节十二分。对手来得很快，不过没投进 AB。有快攻机会哦！再给 AB，AB 直接砍进去了。想要转身了、发现防守没有跟上啊，真是守也守不住。故意的，今天在打对方一三一，这个点很重要、又来了。原来是布朗，因为给的位置不是太好，所以 AB 第一时间没办法起身。外线，幸好对，赶快止血啊！他现在反而落后到达了八分，哎，你看 AB 又把球从大兵手上偷走。梦想家目前三分球还是有着43%的命中率了，哦，还是给了 AB， 没人守得住他。AB 的得分已经来到了30，好，这个传球给的有点长哦，好球，还是给 AB， 轻松放进，而且 N1 出现。